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。抖音新的神曲一听就难以忘怀，但除了手势舞，抖音还能这样拍。从手机荧幕里面蹦出来，又或者是五秒内快速换装，抖音搭配快节奏音乐，在短期间内爆红，到底要怎么拍？达人告诉你。可以是打个手机上下左右，旁人看了超 confused， 换个视角发现新大陆。加上音效对上节奏，时间暂停的效果立刻显现出来，玩抖音还能让你拥有超能力。但观众眼中的超萌抖音实际上却是各种崩溃。奇幻片变搞笑片，因为它最重要的是在 tempo 上面，如果你的音乐的点你抓到对的话，整部片就会加分。抖音拍摄时能选择放慢两倍速度，只要对准节拍，表情不 NG， 善用环境道具，加上创意，想要当抖音网红真的没这么难。一般只要有人下载抖音的话，你只要不知不觉呢，你就会在抖音上看半个小时。我今天就得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体统。璎珞甩耳七八掌，抖音上就超过百人模仿，连罗志祥都尬一卡。我今天就得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体统。两年内全球用户超过5亿人，靠着15秒影音抓住眼球，抖音创造人人都能当网红的机会，更让用户目不转睛。记者黄家伟、谢佑云台北报道。